那羊呢是其中一个较好的生肖，因为羊和兔叫三合，三合即是说太岁会帮他啦，所以机会会很多啦。但是这个羊的人呢有两个星要注意的，一个就是官司星，另一个就是血光之灾的星，所以做羊的人呢揸车要小心啦，同埋呢危险的事不要做啦，另外就不要做违法的事，避开的官司。所以如果正当生意正当工作做羊的朋友，今天其实相当不错的，感情方面都非常好的。所以如果未结婚羊的朋友呢可以考虑结婚。